Stay there for 3 days. So that's why the day I see you'll stay there for 2 to 1 until 1,000. Depends on you. How, when? When? It's not on me. It's on you. Do you understand? It's not on me. Everybody has a unique path.我救了他五年呢，为什么要这样放？他不跟我的行放在一起，他是出不来的。冤呐，冤呐，十五年的冤狱。我提了关键的资讯，只有我能救他。提了关键的资讯，十五年降到900天，我。两个月前我说你的梦就是我们请的律师。No, client's ready to go. Okay, Mr. Groves, come on. Yes, Your Honor. 看到没有？ We have your client here. I'd like to put you into a breakout room with her so that you all can speak and see if there's something she wants to resolve the case to, or we're going to proceed to trial. Okay? Your Honor, did we get an answer? 没有人会救他。被霸凌的人通常没有人会救的。Yes, Your Honor, that is me. I'm reaching out to my superior. I've already reached out to my superior. I'm awaiting a response on it. I believe we might be able to resolve, but I'm waiting for a text back. Okay, so go ahead and talk to her about that counteroffer. 900天降到一个月，降到一个月说被栽赃。十五年的时间啊，启示录里面就有写了。Mr. Alamilla, go ahead and raise your right hand, please. You swear or affirm that testimony you're about to give wi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Yes. Please tell me your name for the record. Miguel Alamilla. You can put your hand down, Mr. Alamilla. It is my understanding you'd like to admit violating your probation.Last chance. 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哈、哦，那科学老师哈、哦、还在玩呢、啊。有一些人哦，天生哦一辈子哦，就说我可不可以爱我喜欢的人？我是鼓励大家去喜欢你喜欢的人呐、啊，不然你活得像行尸走肉。那喜欢你喜欢的人会不会哈？我们先退出这个线上法庭啊！现在这是线上法庭，我在线上法庭上面哈，我现在要 leave 这个是帮人家哈。我现在要离开这个类似的灵魂会一直回来。他的来哈，他的律师哈，他的律师哈，我请的这个律师哦，这个秘书哈，我是他叫什么名字？低调的人，他叫什么名字？看一下，他真的是凶案。我的东西全部被拿去知道我故事的人就知道，我们只能帮知道我故事的人就知道，你这怎么解释？这怎么解释？你怎么去解释？你没有办法解释的啊！我们人类来这个世界上哈，像是在一个网子里面，在一个网子里，那我们就是里面的小鱼小虾，不够了之后呢，就被上面的人哦拿去就杀掉。这句话讲的是真的啦！我现在是把我所有哈，在我频道下面的推荐频道，全部都是请他们不要推荐。包含萨古鲁，包含什么巴士道，包含什么这些，全部都不要推荐。为什么不要推荐？每一个人现在这个世代应该要做你自己，应该要做你自己。我基本上我这是真实的，我生命的灵媒气胸啊！很多人说我讲话大声，哦，我讲话这样。我跟你讲，你讲话永远是这样，笑笑的、平和的、没事的。就会在小孩子身上。好，我是一个不想要跟 temple， 我不想要跟那些庙宇啊签约，在那边帮信众做事情，我是不收学徒，不收学生的啦，我不收学生的，我是只办事的人，我办事像我们这样的办事者一定要收费，因为不收费会直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如果承受不住的话，就全部要还掉的话就是到我们的身上，我要做或是我不要做的问题，
我要做或是我不要做的问题。都看不懂。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使用的东西是远古、远古、远古写的。这门功法已经就是知道，你们俗称什么阿卡西什么东西，我是不讲。我身为生命图书馆 ，stay there for three days, so that's why the day I see you stay there for 20 to 1 until 1,000. 但是你不做，你在那边冥想，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It's on you. 我现在哈，我会上马，我所有的东西是保护我、尊重我的人。我的观众，因为我已经被霸凌了好几年了，而没有人替我出声。这个部分呢、啊，叫以物化学。表示有时候哈、啊，每个平台有每个平台的意识的层级的程度。我之后，我现在在这边发布，我的 app 已经出来了。如果你要追踪我的话，直接到我的 app 下面去 download 去下载。那请上传你的真实的、真实的，不管你的健保卡也好，或是什么，这证能够证明你的身份的。这样子我安全，因为我想要避免掉那些哈、哦、来拿我的东西扭曲拿去做盈利用的人。当然我也会上马，我所有的音频、所有共识性通道打开，你会对应到是不是你的状况。那这个空间呢，这种东西不会骗人的。两种这个在抢道以上啊，其中一种空间是打仗。那如果说打仗，年的好的这个住下来跟人体跟大自然之间有和谐的沟通，它就会你的等于说你的细胞得到完整的呼吸、完整的收缩的时候，人就可以保持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会老化，而以物化血的这个阶段，我们会需要烧，随便你烧什么圣坛木啊，你自己生命中缺乏的气味的记忆。前面是不是有讲到这一节，我们对情、对记忆啊，是连接你的气味、嗅觉各个时空中某一个最快乐的那一点。所产生的情，而这个情也就是你身体回到那个时空时间点的时候的那个冰点跟热点一起的时间。苍经阁里面有写这个部分，苍经阁里头有写，有记载失传了。因为通常只有几个简单的字，叫做在水里把水往上打，就短短的这几个字。这短短的几个字背后大有学问。前面我讲什么运水上行篇，所有的运水上行篇，即是把你体内的水用蒸汽往表皮运送的方式。你会发现啊，有个力量会出来，那个力量啊，有些人啊，我们称为怒相，又称为什么？你们说这个叫做金刚相啊、愤怒相啊、愤怒尊啊。而当我们懂得把这个怒啊找到深层点的时候，再把它冰回去。有的时候，有些人是在心脏，有些人在头顶，有些人在百会呀、啊。有些人在哪？总之，你会在尾椎里面找到一个向上的力量，而这个向上的力量啊，我们从站着开始。你最后你要把所有周遭的环境跟能量场都带回那个点的时候，我们会创造一个叫做时空 U 型槽，我简称它为时空 U 型金槽的现象。听不懂啊？正常。时空 U 型金槽的现象，我们前面有在这个章节里面叫做孟婆的古铜镜的这个章节里面、哦、我们的野史型这个叫异文型的灵性纪实片里面有提到什么？往上带，往上带，往上送，往上送，利用这个冰块的温度啊，头顶不见得要碰到啊，
头顶、脚底，去以这个感知啊，去带动体内的气。之后记得这个感觉，有的时候我们肉身载体 啊，用到一个自主性的方式，就是耗损。好像鸭脖现在的肉身比较耗损了一点。你的感觉、feeling， 因为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那个风情啊样貌，同学跟得上。可是呢，其实我发现也没差，因为我这样发现我的观众啊，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女性哎、啊，而且都是大约年龄哈、坐在30岁啊到50岁之间的女性。哦、我的观众的年龄群、有必要的、女性是占70%哦，好，所以呢，我们呢召唤来一个活物，一个活物。再来，你会需要盐巴。这是远古的召唤术啊！我发现我有个新名称啦，化进不要叫我孟婆了哈，这是巫医哈，这个有一个被某一些领域的人会觉得说哈，这样子太瞎了哈，很多东西点到即止，为什么东西点到的时候，它已经有轨迹在那里了？传统自然疗法，传统自然疗法是什么意思？做得到位，这个叫做 ancient， 开始有声 ancient Asian holistic healing。服务周遭啊，肿胀的位置。It's all shows in the Bible. It's all shows in the Bible. 我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哈、我看到222到1000，你在222天到1000天之内会被提监出来。你本来是被判这个时间，结果最后检察官判了他900天，全部融会贯通。我在救的这个人，判了他900天，我看到151。再来。我正在救的这个人本来判了他900天，后来我请了这个律师，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要帮他，我知道他是冤枉。我知道他是冤枉。这个旋律啊。然后真的他就判了他900天。化开，化开，有没有？中间我救他，化开，一个一个打电话问，然后要价3万，化开金额。第一个开价，我看啊，我听到这个人看得懂吗？记不记得我以前讲？有没有跟上？不可以再跟他讲哦！不要，观众不要出卖我。化开是什么意思？一个科学老师他的最后一个名字叫 Sanchez。化开，他的复姓叫 Sanchez。找到那个奇怪哦！我打给这个律师的时候，接起来的中间交融点是化开。他说他叫 Sanchez。当我们把身体肌肉自主型的所有压缩进去的时候。人把气往上带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声音好友善，在正确的地方就环绕正确的，是会创造新的时空的现象。Hey Sandra， 所以我们在时空环绕金球的这个系列里面，有解这个人的梦，说这个人会在里面待，原来他的命是错置的，会在里面待222至1000天。又证实我讲的是正确的，检察官最后传过来说，这个人要判他900天，就是大约三年的牢啊。Anything you can do for me？ 对于一些他没有做的事情， yeah, prosecutor, 再来我中间我救他，我没有办法。For 5 years， 不会有人救他。For 5 years， 我在救他。He been 最后 ，We've been lawyer for 33 years。最后看到了吗？我们做这整个，看现在上面数字哦。破亡死成，我们现在在讲神秘学哈，叫做周遭的能量场清干净。你们说的那个啦。再来第三个，还做了什么？自然疗法、神秘学，现在教你们看基因序。实实在在的，再接下来哈、不是在虚空界做事就好，在现象界啊，每一个人啊都有啊，人啊自己啊有多的也要做事，那称为肋骨间的三个，这人正好打过来。原生记忆会晃哦，那个记忆会晃哦，那个晃啊，好像是要萌芽的那个样子。所以你看到420，看到没有？四地传送术420，所以一开始啊，你如果再把这个萌芽的时候，我们带到。阳光的旁边。有的时候带到水边，现在丫头看得出来脸上缺水了。
要去河边，好带到阳光的旁边。晒太阳状况，这种状况晒太阳，为什么？有没有听过日照法？没有。有没有听过光疗法？没有。有没有听过海奶雷射的？你的妈妈会不会看懂哦？海奶雷射。太奶雷射是怎么样啊？你把特定光的频率打进你的血液里，就会回春。为什么？哦，不知道，发明出来的吗？这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自然疗法里面呢，我们的系统里面呢，早就有讲。所以我的生命计时哦，丫头生命计时，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超自然现象、自然疗法的生命的基石。听到没有？打开了，咔咔咔啊！听哦，仔细听。Congratulations！颜色哈，哪里在出去的时候那个波纹，你看到那个波纹在哪儿？那个波纹呢？你看哪边那个粒子哈？去看那个粒子，光粒子、光束的走向。有没有哪里啊？有寒气。这是什么章节？七星灯的那个段子。好，我们这个段子其实嘲笑自己，我是台湾人嘛，我是台湾人啊。现在哈，不分种族，每个种族有每个种族的这个血脉间流传下来的 DNA 缺陷跟记忆，所以只有我们血脉的人会有这样子的原生的记忆。数字到哪里？啊，有没有737？为什么说是737？这个时间点就开始传送了。记不记得我前面打737、757？看懂了吗？我们这一堂啊，在教超自然疗法的这个超自然现象自然疗法的这个数字的看法。那你们就俗称的什么 numerology 那个？这句话就被解释成天使数，天使数是那个是很基本的那个部分。啊，我们要看到血脉的那个链接，那个 DNA 序是怎么样子往上走。动禅要打好，不重复我的话。在你会看见有两个颜色，一红一蓝，有没有？你们一红一蓝是怎么样？你的心脏的两半，你的心脏的打法的两半，一红一蓝是你们所看到俗称电。为什么那个你们的磁铁上面要是一红一蓝？一红一蓝，这个意思。再来，好，你们在你们的那个瑜伽系统里面哈，是不是有这个动作？是有的这动作吗？这个动作是怎么样啊？两脚啊。尽量在大地哈、哦、有阳光的时候做。这房子其实建材来讲，还算不错啦。要看你会不会使用，
这是什么？实木。这是建木的过程啊，人体找建木过程中啊，你会发现啊，很奇怪哦，你周遭的人事物啊，会好像好像你们看 Matrix 那个电影里面崩解，崩解怎么样？你就发现啊，一切啊都不过是个假象，一切不过是个假象。所有的一切啊，你所看见的都是个假象，然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的这个七的这个数字，七是什么？七星灯点下去哈，你会发现七盏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零七星，什么意思？你会发现身体里面啊，你会看到个七，我那个右上就是这样写的七十七。